专辑才刚发行，同名主打歌 Mr. Simple 的预告片已经抢先在网络曝光，几天内就创下了140万的高点阅率。但没想到超航天团却也传出了即将解散的消息。由于希澈在网络上留言说，因为是最后一张专辑，所以赌上我的全部，加上了立刻希澈已经28岁，最快年底就要当兵去，这也难怪会有解散一说。甚至有人说预告片的成员逐一消失的运镜手法也是透露着玄机，唱片公司说这真是想象力太丰富了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歌迷在8月份可能有另类和 Super Junior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没错， Super Junior 3D 的演唱会大电影是即将上映，歌迷只要戴上了 3D 眼镜就能临场感受到亚洲巡演的震撼，无论是精彩的特效还是浪漫的撒雪花桥段，宣传要靠 3D 大荧幕另类的接触方式，看来也能一解粉丝的相思之苦了。